级汽车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。让我再看五分钟。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。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。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。是暴龙装甲车。酷宝，快跑呀。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跳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，不许你伤害大家。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跑，糟糕。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速掉进去，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成功了，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博物馆风波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
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，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了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走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！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！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！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，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，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！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！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呀飞，飞呀飞。我来啦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。是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起一起回来啦。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
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贝乐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大炮出租车，米娜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，走过这条街，穿过大森林，翻过这座山，马上就到达。好像掉了这个，没关系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，快递一送达，想一转是那目标游乐园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的。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。水下救援。滑冰喽！大家快跟上！哟吼，太好玩了！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！
90度旋转。哇，好厉害啊！麦嘟嘟，你小心点。哎呦！是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你们看，表面裂开了。啊，快跑啊！麦嘟嘟，你怎么不跑呀？我害怕。别害怕，我们来救你。麦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胖嘟嘟，你怎么了？麦嘟嘟和麦嘟嘟都掉进水里了，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大力士跳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变长变长变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。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go go，紧急救援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，怎么动不了了，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做得好。怎么办，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，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飘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啊啾啊啾，谢谢你们超级汽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不过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吼吼，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
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够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。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！鲨鱼鲨鱼有尖牙，要破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，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一切都很美好。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
天上小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！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，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！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！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。超级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小心喷火车！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！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快跑啊！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
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罗嘟嘟、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。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扑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冰企鹅大作战。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卖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又没有冰，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寒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！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他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土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！大大冰块撞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铁拳两拳晕。要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挖掘机呀哐哐哐，冰墙倒下了，企鹅企鹅打喷嚏，困住了。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，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农田危机。猪伯伯，猪伯伯，猪伯伯，一定是收割机哈维。果然是你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会飞的汽车。啊，他们在往农田里撒什么东西？快看，那片农田枯萎了。不好，他们在破坏农田。快住手！毒气的效果真不错，我发明的飞天车果然厉害。来吧，往农田里多喷一点，让所有的农田都枯萎吧。哎呀，毒气越来越多了。别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阿文，是你需要帮助吗？没错，有几辆飞天车正在破坏农田，我需要支援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所有的农田都被毒气包围了，我先去抢救粮食和蔬菜了。大大的齿轮
晒呀晒，到的爱的全部都采摘，收割完毕，干得漂亮。危险的路气飘呀飘，小心一点一点慢慢的下降，闪亮的光波照呀照，这边那边肚气消失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农田。不客气，猪伯伯。哎呀，不好！你们再也不能破坏我的农田了。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。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旋风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
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跳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，滴滴小汽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，哐哐哐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，哇，免费到了，快来排队吧，嘿嘿，大家在这干什么，听说是免费洗车，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，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，对不起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，对不起，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，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滴滴滴滴滴，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，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，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，快跑快跑，救命，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，呼叫指挥中心，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，没问题，超级汽车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铁力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，汽车汽车在哪里，被大妈淹没，行人行人在哪里，正在跑，我们奋斗行动吧，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。
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，哟吼！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尺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